常春藤国际体育校联匹克大赛由美国常春藤国际赛事组委会主办，是针对国际青少年体育行业的一项极具全球影响力且享有盛誉的国际体育赛事活动。美国常春藤国际赛事组委会成立于1954年，成员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理事的国际性活动组织。大赛旨在促进国际各地区青少年的综合身体素质和发展需求，并进一步提升国际体育赛事高度及国际裁判标准，以推进全球体育教育进程的可持续发展。自上世纪以来，美国常春藤国际赛事组委会举办了众多备受国际关注的赛事，每次都不断创新，秉承 Live League 竞技、合作和创新的精神。美国常春藤国际赛事组委会在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及地区致力于组织权威的国际赛事与公益活动，通过打造国际展示舞台，以提升各国学生国际视野。常春藤国际体育校联匹克大赛每年举办一届，分为海选赛、城市地区半决赛、全国总决赛三大阶段。比赛项目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击剑、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攀岩、OP 级帆船、赛艇、冲浪、飞盘、街舞、滑雪、滑板、手球、棒球、高尔夫、旱冰轮滑、马术、Para Jump、百乐跳等多个赛事项目。大赛并针对不同年龄组别制定了个性化的竞赛规则，同时配备了适合成长阶段的器材和设备，能够更好地激发孩子们对国际体育赛事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大赛也将全程视频和图片直播，记录总决赛比赛场次的技术统计和视频资料，留存孩子们珍贵的比赛记忆，并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及国际裁判标准。截至目前，美国常春藤国际赛事组委会已经在中国大陆地区建立了300多个官方注册中心，覆盖了包括港澳在内的多个地区，为超过150万青少年提供了国际赛事舞台。全国总决赛优秀获奖参与者更可在申请国际著名学院时获得美国常春藤国际赛事组委会官方推荐信，为他们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常春藤国际体育校联匹克大赛，期待你的加入。